克力惊喜。巧克力惊喜。哎，那为什么会有青酱呢？这不是青酱。我查了。青酱是上一道那个武士的。五分钟。好。看你怎么笑得出来。哎，你在干嘛？开始了吗？五分钟甜点真的有点难。都是果酱，干什么？不能先跑啊！大家都好朋友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如果我们今天做这个，他怕来不及，你知道吗？这次开始。这个是那个 mascarpone cheese， 然后加抹茶酱，然后加糖粉。糖粉哦，那么多糖。糖粉它比较快融化，它就不会像糖，它会一颗一颗的，不容易融化。然后这是鲜奶油。好，放在起花袋里面。看起来就好好吃的样子哦。mascarpone cheese。加糖粉，这个其实在家里做抹茶酱非常好做，因为 mascarpone 其实很好取得嘛。时间过一分钟了，那么快啊？对啊。有这么太怕？真的，你暴食太紧张了。好，我们做这个巧克力的金球。这个是模子，巧克力罐放进去，转一转。等一下，这整个的巧克力会脱模。对，脱模之后就变成一个巧克力的容器。OK。腾哥，你在吃什么啊？啊？你吃香蕉啊？我已经吃三条了。冰箱里面让它固定，然后脱模。要冰多久？十分钟。可是我们做菜只有五分钟哎。所以我准备了一些这个。后面有两颗球。哎呦。然后上面再点缀一些这个白色巧克力，不会那么死板。哇，这样看起来好好吃哦！这黑醋栗、抹茶、覆盆梅，覆盆梅好红哦。这个我把它画得像彩虹一样。哎呦！然后呢？蜂蜜蛋糕，蜂蜜蛋糕，上面挤上我的，剩下两分钟，抹茶的酱汁，马卡龙的颜色，这甜点也太漂亮，这样做，哇，他是谁？桑葚，那个覆盆子，哦，他是覆盆子本人，对。蓝莓，一口吃下去，再挤一点甜点，在外面都点不到。对啊，这好大的桌子哦。这个消化饼干，我要增加它一点它脆脆的口感，在这个甜点里面。消化饼干通常会放在 cheese 的下面。cheese 的。时间来到最后一分钟，真的有点赶。巧克力，巧克力粉，巧克力粉，就是一个一块画布，然后这样尽情的挥洒。对，没错，陈哥很懂哎。都知道我想要表现什么。你的人生是彩色的。这两颗球，对啊，它都还没放上去，可是已经要跨完了耶。好漂亮哦！球还能放哪呢？好，最后我的球呢？对，就把它盖住。啊，这样子盖住哦。放在里面哦，完成！哇，好帅哦！也是五分钟内你成功了。
哦，所以这个是默默的，微开心。那多做一颗球的原因是怕破掉。哦，它可能会破掉。对，只能有三个人吃。嗯，是不是三个？三个，就三个。准备，请就位。黄一茹准备，有三个人可以吃今天的甜点。预备，开始。我想吃吃吃不停，这次吃吃我来吃。二，没有。我想吃吃吃不停，这次吃吃我来吃。三，没有。我想吃吃吃不停，这次吃吃我来吃。二，没有。我想吃吃吃不停，这次吃吃我来吃。三，没有。我想吃吃吃不停，这次吃吃我来吃。三，没有。我想吃吃吃不停，这次吃吃我来吃。二，没有。我想吃吃吃不停，这次吃吃我来吃。五，没有。没有。我想吃吃吃不停，这次吃吃我来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怎么节奏？节奏，你吃傻了？要节奏。三，快好，我这边呢，预备，开。我想吃吃吃不停，这次吃吃我还吃。三，我有，我有，有，有，不客气。预备，往右边一点点，预备，开始。我想吃吃不停，但是吃吃我还吃。四，没有。我想吃吃不停，但是吃吃我还吃。三。哦。哇。哦。哦。欢迎了。除非他坐起来。嗯。一如加油。好。好。预备，开始。我想吃吃吃不停，但是吃吃我还吃。一。没有。我想吃吃吃不停，但是吃吃我还吃。一。没有。我想吃吃吃不停，但是吃吃我还吃。二。哦。哎，威胁威胁不了他，没办法，他已经赢了。哇，三个人耶！哎，没有啦，就三个人。就三个。啊，就三个，三个。来来来，我来吃前菜。都是冷的。对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真的很舒服。谢谢。好，徐江呢？这白兰地，是不是白兰地？威士忌。威士忌啊。嗯。好，灯光关掉。哇，来哦来哦，好浪漫哦。一二三，有没有？它要慢慢融。没有没有没有。看这边。哎，大家看这边，一二三，耶！师傅师傅，还有你，一二三，马路好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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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哇！有了。好香哦，有那酒。就瓦来吃是吧？对。来拍照。啊，来吗？谢谢。好棒哦，幸福哦！你笑什么？你在笑什么？很开心，我做成功，我好怕失败。他为什么会失败呢？他没有失败的道理啊。有啊，有很大的危险的，比如说火，我的酒精太少，它不会融掉。嗯，那我在里的时候，我就是怕这个。哦。它的巧克力酒味好重，但是吃起来不会呛呛。嗯嗯。酒精烧过了。是因为烧掉酒精。哎，这个求婚应该有人会把戒指放在里面吧？对不对？真的有有这个，你看他喜欢，整集最大声，真的真的。讲一下口感，重的重的少女心。为什么就这个最有反应啊？哎，他的这个蜂蜜蛋糕加这个酱好好吃哦。嗯，所以我做的是抹茶口味，如果我在做巧克力啊，会太甜。嗯，所以从头到尾这有这些七彩，就是像彩虹一样的。嗯，果酱其实。就是看的嘛，不是吃的，就不能吃也可以吃啊，它也是可以吃，沾是吗？哦，也可以吃，好好吃哦，这个三四个人吃，效果特别好，掌声再次鼓励，非常好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上我爱型男主厨 YouTube 频道。